刷个几下而已，它变超翘而且超长的，它就不会结块。刷完两次眼睛变得好大呢。哎呦，你这个睫毛是怎么一回事？要给我确定哎，怎么刷成这样？我是前几天买了新的睫毛膏，我想说看起来应该很好用啊，结果越刷越结块，想说用镊子看可不可以把它弄开啊。别夹啦，我跟你说，你要不要试试我的红鹤睸毛膏？但你在试之前，麻烦你先卸掉，真的是看不下去。好啦好啦，哎，我是真的很难找到一个适合的睫毛膏，你看它真的短到这么稀疏哎。我条件也很差啊，可是我跟你说，我用这支刷完，睫毛真的变得很浓密、很纤长。那我们现在试试看，哇！刷头也太特别了吧。对啊，它上面的刷毛做得很细，膏体比较多的话可以用这个刷毛把它梳开哦，超好用。只刷个几下而已，它变超翘而且超长的，它就不会结块。两眼也差太多了吧，这边超浓而且太长太翘了吧。对不对？而且有没有觉得眼睛很放大三倍？我真的好第一次看到你睫毛难得这么漂亮耶。我平常是不可能会刷出这样子的质感的啦。刷完两次眼睛变得好大呢。那这个是两次睫毛膏，长颈鹿睫毛膏它刷起来就是根根分明，很像你去做角蛋白那种纤长细长的自然，但这一支它就是比较浓密一点，所以想要浓密一点就选这支就对了。没错，就像你现在蛮喜欢的吧。很喜欢就没错。那我现在刷这么漂亮，会不会到晚上就日常了？来，你试试这个，你看是不是碰到水都没有脱妆，而且眼皮出油啊，也不担心会晕妆，一整天下来睫毛都还是很卷翘。哎，这支真的很不错哎。不要乱买那个什么睫毛膏了。好啊，不然这支就送你啊。真的？那我们收下哦，我没有花你哦。